家好，我是阿成。刚来到日本留学的小伙伴呢，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的烦恼，也就是说入不敷出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呀，打工挣的钱难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这两大项的支出。以前我也说过，在日本的学费要在每年100万日元左右，而生活费呢也和学费相差无几。这样的话，每年就需要有200万日元来维持。家庭条件好一些的父母呢，会给一些援助；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，就只有自力更生来减轻家庭的负担。那这就涉及到什么呢？打工。有的小伙伴打工厂的工，有的打超市的工，有的打居酒屋啊，有的打饮食店的工。但是大家知道怎么打工才是效率高又能学到日本文化的工呢？在介绍这个节目之前呢，内容之前呢，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下留学生相关的日本法律知识。日本入管法规定啊，留学生在申请资格外许可的情况下，每周可以打28个小时的工，超过28小时的就算作超时打工，寒暑假的时候每天可以打8个小时的工。对工作内容也有相关的规定，最重要的是不可以打风俗行业的工，夜店呐、卡巴库拉呀、陪酒啊什么的都是不可以。然后这样我们知道打工范围之后呢，下一步就要考虑这个打工的时间分配了。每周只能打28个小时，放假的时候才能打8个小时，提高回报率就是重中之重，当务之急。下面要说这个事是重点，怎么样打工，打什么样的类型的工才能提高你的这个效率呢？这样呢，就是选择工作的类型就是当务之急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选择比努力更重要。28个小时，怎样把它这个利益最大化？东京和神奈川呢，最低的工资标准已经达到了1013日元，而周边的县还在1000日元以下。也就是说，同样每周28个小时的工作，收入就会截然不同。先说一下工厂的工吧。工厂的工呢，大多是流水线的工，以便当加工和制造业为主，地点大多在千叶、埼玉一带，再远一些的有立木县和群马县。这种工作内容单一，工资低廉，打工的人也多以外国人居多，不需要沟通就可以工作，而且是想来就来，想休息就休息，工作不需要日语，所以呢，他们毕业之后也找不到工作，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回国呀，找工作待业。这个呢，是我最不推荐的一个工作。比工厂的工作再多一些沟通的，有超市的工作。在超市的工作呢，没有复杂的内容，而且可以练习简单的对话，但是时给呢，相对来说比较低。东京都内的 Seven Eleven 和各种超市コンビニ也都在每个小时1013日元左右。刚来日本的小伙伴可以试一下，随着时间的积累和绘画水平的提高，就可以把工资再往上调一调。这个时候我建议到饮食店磨练一下。日语水平提高呢，还可以到居酒屋去试一试。饮食店的工作要比超市高一些，而居酒屋呢，大约是在每个小时1100日元左右，这个工资标准就比较高了。每周28个小时的工作，一个月的收入呢，也是一笔可观的金额。生活费呢，就可以自给自足了。另外，在国内学过日语的小伙伴呢，还可以当兼职的老师。在
在学校的事务所，监视板上会有推荐兼职教师的信息，有教日本人中文的，有教数学的，还有教物理化学的这种。这种工作呢，根据具体内容不同，时给也是不相同，最高的可以达到每个小时3000到4000日元。如果发挥你的特长，一边当老师一边在居酒屋工作的话，学费和生活费都不靠家里，自给自足，自给自足也不是问题。怎么样，我今天对您的工作规划是不是有所帮助呢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小伙伴，请在下边留言。再见了。